老韩你好。老韩，好吧，小韩你好。我今年七岁，你多大？我们第一次见面，你就要问这么尴尬的问题？我今年27了。终于做完这个作业了。我要接着吃恋情了，去吧，小韩，加油！来，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啊，会拉琴的男生真的很少。